我看也卖啰嗦了，来吧，毛剑一休，我出的问题真简单，你看，我身堪骏马遭天涯，有马不骑为何来？请你开口答看卖，回答来。我想一下，害我详细看你这只马。安尼啦，你这只马无要骑有原因，因为你这只马我甲看起来马瘦瘦啊，毛骨真长，所以你这只马是安尼，马瘦毛长无力拖了。要第二点的原因就是安尼，怕他病死，不敢骑了。你这只马看起来无挂咧扛板，瘦个薄板拖你袂行了。要你今骑起哩吼，较历史总啊全无卡力。呀，我这个回答答案对啊，唔对呢？啊！我惨了，我惨了，我惨了！那恁古老的爸爸讲，这只马有影瘦瘦啊，无力好拖就对了。靠边了，靠边了，但是对啊，唔对了。我回答安尼对啊，唔对了？你讲啊！你的笑代表对，错不但错，而且错得离谱，你应不对了。我这个答案不对，你要给他做一个解释，我才会扣好心目啊，是怎样我说这样不对呢？朋友，人若大苦敢走下去，你走有较慢就对了。是啊，马若伤大颗，你想伊在咧走，敢有速度吗？若讲安尼，这是不可相提并论。人的构造甲马无共款呢。胡说，共款的道理，我搁再举一个例给你听。我这只马是正港标准的体格，正经若是破病马。都是鱼卵油脂肪过多，规只马顿顿，绝对不是名马。历史上的名马，你甲看，过去真强的黄骠马，三国时代关云长的赤兔马，楚汉上征之际楚霸王项羽的乌嘴马，这历史上三大名马，倒一只马是肥出尊？所以你和我的答案是不对。你讲马瘦毛长无力拖，怕他病死不敢骑。朋友，你敢知影单单挂在马鞍这支天王神剑有偌重吗？都敢那这支天王神剑都差不多朋友你三倍重的重量挂在遐啦。呵，那有可能？哈哈哈！我绝不空口说白话。若不信，小等的这支剑会当借你拿看卖呢。看你压得起压不起呀、啊，所以你看清这只马了。我跟你问讲，我这只马为什么原因我唔骑用砍呢？你竟然敢回答这款的答案，实在好笑，也表示你不学无术，胡说八道。你的答案是错误，你将要接受我的处罚了。慢车，慢车，这无一个明确的答案，这真相未明呢。哎、啊，来，因为你实在有片面了。我咧甲想，较早恁母啊，得要甲你生出来时，先放一个屁，才甲你生出来，你才片面了。啊，你明明人回答唔对，还佫有甚物真相？啊，这真相就是安尼，甘愿跋你都爱认输了。恁知影无？慢车，认输是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嘛爱认得我心服口服啊，唔是讲我袂认输咧。尊重我回答唔对，要予你处罚，但是白毛夹我有一个要求，慢车甲处罚。我要看你问老人的问题，看是不是问得有道理，安尼我才会扣好心服。若要处罚，小等的老人若应唔对，两个同齐处罚。而且我阁爱你吼，问同款这个问题。哦，看这个办事，我爱给你一个公道。当然了，安尼给你处罚，唔才会扣好心服。无论你叫我徛咧马后边去，后马踢一下，我嘛甘愿。啊，这個、老人，我要看伊安怎回答啊。可以，反正这个问题，赶快给你老人回答。老人，条件赶快，如果你若回答得出，马背顶冠、宝袋里面的宝贝随在你提；
若是回答不出，那你就依当这个一休两人共同接受处罚吗？还才呢？你敢未使问这别项诶？同款这个问题，我为何看马走天涯，有马不骑，搁为何来？请你开口答看卖。咱想一下，咱想一下。老人，我要看你安怎应。哎呀，安尼啦，我来那个想想呢，有马歪骑，干那牵马在咧行，这一定有原因。世间有一种职业，有马唔敢骑，就是马夫啦。所以咱那个想想呢，你这唔敢骑，一定这只马唔是你的，啊那无就你咧牵这只马，马互别人骑，你家己唔敢骑，就摊就讲有马车请司机同款咯，对不？主人做司机绝对唔敢去坐呐。啊，你是一个马夫，所以你牵这只马在咧行。这是人之常理来个推断，那那你跟你断哦，你一定啊是从请牵马，名是白马夹，啊实际上你是白马夫啦，你是一个马夫牵马在咧行而已咯。一第二种原因咯，那那个跟你要啦，那无就直接马有功夫啦。除了讲伊个主人照在咧骑，那别人背起咧骑，绝对会摔倒落来。现在呢，一定就是安尼啦，那那要了丢也唔丢，哈哈哈哈！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十二万分的正确啊！哎呀，人你话对，那那叫是碰嘞，哈！我错着嘞，哎呀，那，咁有样嘞？是啊，老人不愧历史悠久，道行深高，智慧聪明啊！人讲功夫之外都无影，一语道破心中事，知影我？天龙心剑牵这只马是马夫啊，好一个名是白马夹，实是白马夫啊！我是白马夫，摸唔着啊！这只马有功夫，非是真主人他人骑，性命无啊！老人你太正厉害呀、啊！